大家好，我是小耿。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系统公告，听说宇宙飞船 F1 超级跑车强势降落到迷你大陆，小伙伴们兴奋得不得了。毕竟迷你大陆赛车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是竞赛宇宙飞船还是第一次哦。不仅如此，霸王风也以一天时速飞奔而来，完美的飘逸来到我们的面前，你看是不是很帅耶？你好呀，我是大黄蜂，和你认识最久的朋友，我愿意为你付出我的生命。哇哦，好感人，我真的好想买回家。不过啊，我已经有了擎天柱，可不能喜新厌旧啦。另外，金佑佑也带着新春的祝福也来了，欢迎你，迷蒙星球的可爱双人，还有长浪和雨姬也来回归了，我都好喜欢啊。这次我的目标不是新皮肤，而是新坐骑猫猫，毕竟我只有一只坐骑海豹船长，这次把猫猫抽到它就有棒了。铜钱果，这是抽猫咪碎片的材料，20个迷你币抽一次，抽10次必收获17个碎片，概率公式，每种猫咪碎片的概率都不错耶。奖励预览，哇塞，有概率一次性抽中300个，嘿嘿，这个想想就好了。好嘞，幸运幸运常伴小梗，铜钱果蹦，哇哦，好多小猫咪碎片，17+5+3+3+5，一次就33个，那我抽10次不就有猫咪了？继续，噔噔，哎，这次有17+5+5+5，有32个，运气也不错，嘿嘿，再来，哇哦，前面全是猫咪碎片，发啦，17+15+1，哇塞，是40个 ，amazing。这次少了很多，才24个，不开心。哎，对了，现在差多少呢？去瞧瞧。闪电、坐骑，我的福袋小猫咪。啊，怎么一个都没有？我没看错吧？肯定是骗人的，我不信。再看一次。啊，怎么还是没有啊？难道被小梅子偷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再去看看。别吓我啊！已经花费了600个迷你币呢。哎，有130个碎片了。呼，吓死我了！还差170颗，现在就可以放心开我的铜钱果呢。我开，我再开，这下就差15个，最后一次啦！呼，完美，花了我2000多迷你币，总算凑齐了，赶紧去解锁。噔噔，我的小猫咪出来了，可爱不？来，带你去我的迷梗动物园，让你小伙伴瞧瞧。嘿嘿，这小猫咪笑得好开心哦。听说小猫咪有减速功能，我跳。哇塞，地面都被你震破了，厉害了我的猫。哎，有只小狼过来卖萌了，嘿，刚好让你试试我的厉害，接受我猫咪的大屁股，嘿嘿，来追我。你看小狼好像走不动了，这减速效果还不错嘛。这是小耿的第二只坐骑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想要吗？